人都把战书搁我们面前了，这口气你们咽得下去？爱情啊，不过就是一个多巴胺的场。爱情里面哪有什么原则，爱就是爱了，逃避是没有用的。当你正视他，面对他，就会发现其实没什么大不了。来吧，让我们为未来干杯。不要偷看别人手机，没礼貌。徐总啊，SG 的徐总面试邀请函。徐总，手账不错。徐总，紧张什么？徐总，这样别让人误会的。误会？误会什么？我看这大灰狼对你还挺特别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不吃这一套。喂，别走，别走。似乎每次见到你都有血光之灾。这不很正常？我是外科医生。等我腿好了，我们去爬山吧。我没有时间，我明天约了相亲。你现在找到男朋友？还没有。啊，那就好。我能不能毛遂自荐一下？这也太快了吧！你喜欢我多久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嗯？说啊，喜不喜欢我？我喜欢你。你不妨大胆一些，去爱一个人。我对你的心意，你能接受吗？这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，该办就办，该吵架吵架，这该在一起呢，总归会在一起的。